台南国华街超人气大象太奶又来啦！萨瓦迪卡，奶嘿梅森，今天梅森来到国华街拉太奶摸大象喽。他们家的太奶口味非常多种，每一种饮料也都可以升级成大象杯杯哦。每一杯太奶都是现煮现泡，甜度刚刚好，喝起来非常的顺口。梅森今天点了原味太奶、奶绿、玫瑰、蝶豆花，还有美露哦。都升级成大象杯杯，超级可爱的，人手一杯，边喝边享受台南美食，真的超赞的。但是光喝太奶怎么够呢？拉太奶还推出了我超级喜欢的可颂松饼呢。面团使用可颂的做法，沾裹糖粉放入松饼机中做成松饼，又香又甜的滋味实在非常的讨喜哦。口味也是非常的多种，有咸的，有甜的，每一种都表现得非常好。尤其是明太子口味，老板在炙烧的时候，那香味充满整间店，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啦！大家如果来到台南国华街，一定要去拉太奶哦，算算看里头有几只柴柴吧，拜拜。